畅游在音乐的海洋里。Hello，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，欢迎继续收看本期的音乐视频。张靓颖是中国十大火女歌手之一，被称为海豚公主。她的声音穿透力非常强，在乐坛的实力也是非同小可，留下了不少经典之作。本期就来听听吧。你只能默认我要被割舍。如果这就是爱情，是张靓颖和多位音乐人创作出的一首歌，于2010年正式发行。歌曲融入了多种音乐元素，淡淡 R&B 感觉的慢板情歌风格，旋律十分入耳。张靓颖带着感性的嗓音，略微低沉的缓缓唱出对爱情的看法，帮助经历爱情遗憾的听众抚平伤口。如果你听到这里，如果你依然放弃，那这就是爱情。就在前几天，《念念不忘官宣》主题曲由张靓颖来演唱，估计这是很多人喜欢的一首纯音乐。发行18年终于迎来首个作者授权的填词版本，歌曲保留了以钢琴为主的基调，张靓颖深情柔婉的声线简直完美到极致。听歌这方面，你可以永远相信赵丽。明天不远，装载着你我的懵懂，踏过四季，不问归期，为你守候时光独自美丽，多想起舞在你温热目光里，风再起时不会孤寂，为你留下所有的秘密，遥遥长路若是为你都愿意。看不穿是你失落的魂魄，猜不透是你痛。画心不仅是电影画皮情节的延展，而且与这部电影中充满着神秘东方气息的画面一脉相承，达到了音画合一的效果。歌曲配器上使用了大量的弦乐，搭配上张靓颖的演唱，让整首歌曲听起来非常大气磅礴，让听众具有一定的遐想空间。你的轮廓在黑夜之中淹没，看桃花开出这样的结果，看着你抱着我，目光似月似寂寞，就让你在别人怀里快乐。爱着你像心跳难触摸，画着你画不出你的你是我一生长不。本期的音乐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